晚上也跟乡长通电话，一个晚上我想大家都非常注意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特别第一站来到这里，也很欣慰哈，一方面水也退了，然后也没有灾情，表示我们这些年做的这些治水的这个工程哈，还是有效果的。还不至于危害到这个影响公共，好，那就是修出来的。这次在农业灾害的部分哦，还是以香蕉为主啊，大概有70公顷左右，损失金额大概在300多万。那最大宗的还是在台东市，所以今天特别跟张市长也一起来啊，看这个香蕉的灾损的这个状况。那我们另外一个关心的是释迦，那释迦有零星的落果的现象啊，灾情也还不严重。那我想天然的灾害难免啊，希望。如果平常我们都能够把这个防台的工作做好，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把灾害减到最低。